Hello, Kelvin， 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伟森。啊，你好。说、so, 你对这两天我们 Seminar Workshop 有什么看法呢？有什么、感想？啊，对于我们的公司，我自己觉得这个过程啊、和这个啊、Workshop 非常的好，带动了我们这公司的一个看法，在 KPI 的这个概念啊。说我们以前很多 KPI， 可是都是有错误的，现在我们就正确的会怎么去算和怎么去 set 这个 KPI。嗯，那么你认为 KPI 对一家公司来讲重不重要呢？非常非常重要，有了 KPI 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目标，而且我们也对我们的人工的公平的一个 measurement。 哦， OK OK， 很好很好。那么你最开心的看到三天是什么？这一次我看到就是我的队伍非常有 vision 了，也有 mission 了啊，对，而且对他们自己每一个人的 KPI 的重点和接受性非常的高。哦，很好很好 ，OK， 谢谢老板哦，谢谢，我就祝你成功了。好，一样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。